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，2019年4月13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50篇7到15节。我的民啊，你们当听我的话。以色列啊，我要劝诫你，我是神，是你的神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。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喝山羊的血呢？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主耶稣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我要向至高者还我的愿。主耶稣啊，在患难的时候我要来求告你，回转归向你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紧靠主，脱离罪权势，有主是掌主在我心内，如此蒙恩我实在不配，荣耀归主。箴言第20章4节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，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在冬寒的时候仍然努力耕种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
马可福音第一章29-31节，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。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医治的大能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医治我，赐给我健康，使我能服侍主。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十字架在前头，十字架